不用太过分。喂喂，好，这个表演呢，这个梁振豪哈，咱今天的表演呢，所展现的就是一个人的武林哈，一个人的哈，所以，让你看到精彩的桃李戏的表演。咱今天的表演分成两场，第一场就是武术，第二场就是太极拳哈表演哈。第一个这个叫打刀哈，打刀哈，上钢筋来的兵器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掌声没有大声的话，功力吹不出来。杨振豪砸刀，掌声鼓励。这里的初级长拳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初级长拳。而且大家介绍吼，咱即届吴老师即边遮，伊所在学生拢是咧参加各项比赛，出项各项比赛，而且嘛得到真好的成绩，所以才会分科，也是咱的兵力训练下，拢是属于咱比赛型的分科，比赛型的分科。好，咱即个表演就是叫做二路长拳国际竞赛套路。这个是由我们大成国小林乔恩同学表演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一套这套叫做北方的拳套哈，属于竞技类的。掌声鼓励，接下来由我们的姐姐林子仙表演三路长拳。以上表演都是国际竞赛套路，世界武术青少年比赛指定套路。掌声鼓励一下哦，大声无法大声哟。表演者的功力全部出来哈，所以我们的掌声一定很大声哈。功夫胜，这个是两个人的武林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一套哈，这套的是少林功夫哈，传统国术扇子功。掌声鼓励一下。接下来由我们的张恩硕表演出棍术，好，掌声鼓励，这个是国际竞赛套路。掌声鼓励一下，选手没。
声吼。它集权吼，集权，它是一套肛门吼，是找它肛裂的，好，它是用腰腿发出的功夫。
拳。这是我们武术的上半场表演，等一下有太极拳表演。
鼓励一下，把你的剑给一散，来掌声鼓励啊！谢。我们后面表演的那首《传统北派武术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表演太极拳了哈，我们太极拳有。